今天要做的是相框，所需要的工具有长的纸和尺，还有美工刀，还有笔跟叉子，跟胶水，跟漂亮的装饰品。首先，第一个步骤，把长方形的纸对折，然后再用尺画，将每边的长度量出来，再用自动笔画出来，大概画 0.1 公分就可以了。再沿着边轻轻地把它拿出来，做完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咯。再用刚刚剪出来的纸，剩下的纸